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야수에게 먹이를 주든가 스스로 먹이가 되든가. 这个不是小马，兄弟们，这个不是小马。 사냥을 위해 왔지만 과일 때문에 남아야겠어. 미니언들이 상성되었습니다. 녀석들이 실수하는 틈이야. 여기야, 이리로 와. 긴장을 놓치지 않고 먼저 공격한다. 这哥们他妈点燃也不用啊！这哥们儿这波什么意思呢？不是这哥们儿，搁这跟我斗呢。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你帮我问问呗，我差22个，我买了28个了。我在那个网易 buff 买，然后呢，现在那些人价格涨到高的离谱。 什么辅助人都不在，这个 AD 在这挑战我们的辅助。 언젠간 날 인정했어. 당장은 그냥 얘가 필요할 거야.
난역을 바꿀 수 있어. 난 살아 돌아올 수 없던 사도님이 가까웠다. 말을 듣고 더 나은 선택을 할 수 있어야 할 텐데. 너무 쉽냐? 손으로 빗어서 본능으로 연마되었다. 我都死不掉。
내가살아남은데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你一直在送。한국하는일이지는상대에게있는법过去，哎。上路138刀，什么鬼？快点推荐哥哥。跟你们说，这波真的我有点无语了的。不是这个辅助明显回城的，为什么我能辅助站在上面看着？
好，这两波死的好好好痛苦啊，有点送啊，感觉是在送，可没啥。可惜，我一时下不得兵线呢。这卡彪被我单杀了，你看着。중장을놓치지않고계속공격한다没错，叫兄弟来了吧。我都没有。距离防御出警太复杂。跳他跳他。这么嚣张吗？我们怎么敢跟他们打的？我不知道，兄弟，我们打架打不过对面吧？我感觉，好猛啊！파괴되었습니다这盘可以出个火炮，说真的。火炮。这局突然两边的节奏稳下来了。怎么我死了四次？我这神队最能死的。
对面就会炸了。你看到没？有的时候就能按出来，有的时候就是按不出来，真的，真的有随缘性的，我感觉。我对面 AD， 我对面辅助那个了，对面辅助放弃了，二顾的，这两盘赢得很舒服啊。这个辅助放弃了，我打的疯了。欧美的宝宝们，哎呀！哎，好可惜啊，他那个晕的黄牌时间太长了，但其实我也能杀他的，德莱文过来替他死。R 闪，哎 ，R 闪我。他有闪的，他就是。